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份工作，招募征收员1到2名，工作内容的话是资源回收，工作地址是大阪府的大阪市，工作时间早8点到下午17点15分，月工资是20万1500日元到25万日元，日语能力日常绘画就可以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我们公司看一下，我们公司的话每周的13、51点和24、6日的13点，每天会有40会社以上企业说明会，每天可以面试4到8家企业，面试结果当天就可以知道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